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吧？你这问题太可笑了吧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在女生宿舍楼下。你想干什么随便你，但是请你离七月远一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对他已经没兴趣了。我也管好你女朋友，让她管住她去。诈骗财物金额达3000元至10000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，数额较大。 哎哎，不是，干嘛你？这栋楼的女生好像都不太喜欢你。所以你是自己管好自己，还是我让别人来管你？切，我才不愿意待着。嗯，七月，你什么时候下来的？ 那是徐兆阳吧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帮他普法，这个送你。这是我和你啊。为什么我的脸这么大？给我这个干嘛？ 你说一家人要整整齐齐，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小女人。可是为什么我比你胖这么一大圈啊？你不会是在内涵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是因为你说，做老大背后的男人就要小鸟依人。 七月同学，我听说你今天又闯祸了。那叫行侠仗义，我只不过是用我的勇气和谋略为我们寝室的小姐妹出了一口恶气。我也不危险啊，你为什么都不提前跟我说呢？跟你说干嘛呀？你教我的，男朋友要保护女朋友，这是恋爱中重要的一课。那我再给你上一课。 叫做 girls have girls， 你呢就乖乖做大哥背后的男人就好了。大哥背后的男人有什么福利啊？福利就是你随时可以小鸟依人。 去，有流星哎！物理大神，那是飞机。就是流星。